阿姨大家好，我是黑鬼儿。今天呢要来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吗？应该说是一个记录，就是呢今年28岁了，然后我想说做一些不一样的记录。你的皮肤好好哦。对，好到好到我以为你刚刚有化妆。真的还是有一点点东西的、啊、真的很平滑哎、欸、真的睫毛也就是毛有够多。我跟你讲，我每次画它我不贴下去，贴了有点恶心。今天一样是有请我们的 Yumi 老师完成这个我28岁的一个记录。我觉得我现在不是最瘦，我也不是最漂亮，我也不是事业最上来的时候，可是我觉得28岁这时候不记录就没了，好像弄得很盛大这样子，其实也没有了。不管是身形啊什么的都还没达到我的要求，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时期的自己有另外一种美吧，你自己讲这样子，另外一种好像力争上游然后不服输在这世界上。自己啊，我觉得28岁很特别的感觉是这样，你知道你已经不是年轻人，就是我讲的年轻人是只说18岁20岁以前好像可以任意的挥霍青春，因为你感觉你快奔三了，实际上你的心智可能还是会想要停留在说其实还没那么老吧，还可以吧，或者是其实已经有点也不重要了。幸好我觉得自己算是有过那个迷惘期，现在就知道做就对了，反正人生嘛你也没办法重来。对，那你不做也是原地打转，做了至少你还知道会成还不成，就来做这个影片记录一下现在的自己吧。然后大家对我做超丑，哇，应该是很难啦。好，看成品。首先呢就是 Yumi 会开始帮我保养，对，他就是会拿一根烫烫的一直推我的脸，然后再来呢他就会用适合我的底妆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每一次画我都可以越画越亮，但我画自己呢就好像越画越怎么到腮红了。对，腮红呢他会用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酒红色，而且是打对眼睛眉毛，对，他画我的眼睛呢也很好看，是因为我本身是 Olay 的眼睛，但是呢他帮我画完之后呢却还是可以层次非常明显。假睫毛贴完，头发好，现在是头发呢他是选择帮我好吃好吃，吃饱饱。拜拜，想今天来帮我拍照片。好，我们第一套在哪？第一套先背正面，先拍一个先干净的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。好的，首先呢我穿这一套白色长婚纱，对，它其实比较没有这么的传统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如果手臂肉肉的女生啊穿这套应该觉得蛮修饰的，然后它其实蛮气质蛮典雅的，但因为像我皮肤这么黑啊，我本来很担心就是穿上去之后会不会看起来更黑，但结果当然就是也没有更黑啦，因为我本来就已经很黑了，也没办法再更黑，就是对，大家懂吗？好，拍完了第一张，咔嚓。好，第二张，咔嚓，好美。我想，好，还可以吗？今天很少看我这样哦。应该也是第一次穿婚纱。对，算第一次拍这种比较婚纱艺术照吗？之前都是当助理。哦，今天我们大家都第一次。赞。OK， 好，白衬这套呢让我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圆一点，因为毕竟我是个没有腰身的人，但我还是拍得很满意，因为我觉得不一样的美。觉得这套如果是扁身然后有腰身的人穿起来呢一定会好漂亮。 Oh my god， 3 2 1，OK， 那再来是红色这套，就是一直不断想让我露点，但没有关系，我有保护好。第二套换好的，现在塞我的肉肉，太肉了，因为你真的努力中，因为我尺寸也没有特别定做啦，对，所以这个我腰比较粗的，这套对我来讲腰比较小，还算勉强塞进来，谢谢。其实当时想做这个企划也没想那么多，只觉得18岁到28岁的我经历过许多人生，从未知的迷茫到现在好像比较确定自己要什么了。18到28我觉得是一个女孩变轻熟女的10年，再来呢要面对的是不太一样的领域，所以呢我想记录28岁这不太完美的自己，但我很确定一直前往自己最喜欢的样貌以及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哦，对了，现在影片前的你如果每天都在怀疑自己是很正常的哦，我每天还是都会怀疑自己，但我很确定做就对了。好的，
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那谢谢 Yumi， 有化妆需求可以找他，谢谢微翔，如果有摄影你想被摄的话呢，哎，都可以找他，那就是谢谢二位完成我就是28岁的一个小小的挑战吗？算是，对，谢谢你们，我觉得任何时刻的女人都可以保住自己最爱自己的时候，真的，对，我明明就很有肉哦，但我还是拍得很开心。微翔还可以吗？今天可以OK 啊，你很瘦了啦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第一届张家姐妹厮杀，什么打不打？一定要打！不要给他进洞啦！对，不要让他进洞。